我常常在想，如果未来我的另一半也可以像他们这样就好了。女明星赚的钱应该挺多的吧？啊？哦，李菲菲啊，她不是你女朋友吗？谁跟你说她是我女朋友啊？我一点也不喜欢她。再说我说的事情跟钱一点也没有关系啊。她可是李菲菲，长那么好看，师哥你是不是对自己的定位有点不清晰啊？来。啊。我有喜欢的人。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没事，我喜欢切。哦，那这是我的叉子。那你切吧，谢谢啊。那你呢？你有喜欢的人吗？我那个不叫喜欢的人，是我男朋友。他是怎么样的人呢？我男朋友吧，是一个特别风趣、渊博、很善良的一个人。很会为其他的人着想，但同时他又特别恪守自己的原则，是一个永远都不会懈怠的人，特别积极向上。哎呀，总之就是一个特别好、特别好的人。我夸我男朋友，你高兴什么呀？我为你高兴呢。谢谢啊。